你今天要看到谁呀？啊？看到前桥啊，这个桥是糯米桥。对，这个桥。这个桥是糯米桥。这条桥是糯米桥。对呀、啊。你要去看下面那个。新农桥这个、哦。对对，这个是糯米桥。你要看下面那个拱。哦，下面有个拱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是糯米桥。哦。什么糯米桥？啊，我伫遮找半步，敢若看到一个遗迹呢，可能是咧讲起咧吧。这条桥南老街，我已经介绍过啊。啊，今仔搁找大家稍微细细，对吧？啊，即马搁咧做刀嘛吼。啊，那是说艺术艺术了哈。今仔日喏，其实是上重要，要来去食迄担水牛白的豆花啦。来吃呢，最主要就是要食一担水牛白的豆花串冰绿豆汤。啊，是来咸水遮细细行行的，啊，想要食一个啥物凉的，啊，就做一担水牛白的豆花啦，听讲上好个啦。那个水牛杯还是啥啊？这是老板娘的爸爸啦。老板娘的爸爸哦。啊，爸爸叫水牛杯啦。哦，啊，做偌久啊？啊，做偌久啊？他好像是从年轻的都从打打的卖啊。哦，年轻的时候打打的卖。啊，所以做偌久啊？他这边是十几年啦，只不过爸爸已经照下来，我做好久了，他们这一照是十几年了，对不对？我刚才是学甲卖哦。嗯、做你真正的人啊！哦，好，啊，不要，那停在咸水这边。我嘛在伊，啊，伊就嘛是用车从用货车一直走伊家，啊，我就家人的人，我大包从台东的，他开店好像才三年而已，开店。